大家好，欢迎来到功夫者聊天室，我是柴教练。今天呢，我给大家主要讲一下，就是关于功夫者的一些网站，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联络方式。因为很多武术爱好者，他一直都找不到我们的一些联络的一些方式，有问题呢也不知道怎么联络我们。今天呢，我主要给大家讲一下，第一，首先去关注我们的功夫者品牌微信公众平台，我会把这个微信号放在屏幕的下方，大家只需要把你们的手机下载微信，然后呢去搜索我的微信号，搜索到我们的功夫者品牌的公众平台微信，然后去关注。我们每天都会出一套训练的组别训练，会有上身的、腿部力量、手臂、腰还有背等等的一系列的组合的训练组别，每天都不一样，包括压韧带等等。如果你关注的话，你可以跟着每一天去练习，然后慢慢的提升。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发到我们的功夫者微信平台，也可以发到我们的邮箱，邮箱地址呢会放在屏幕的下方，大家可以去想说的话或者是想问的问题发过来，我们团队所有人会为你做最快的解答。还有第三个就是呢，我们的功夫者的网站，其实很简单，这个网站的域名很简单，就是3W.然后功夫者KUNGFUCHE.COM， 只要一登上去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很多关于视频等等的一系列的介绍。到最后呢，会有一个关于问题的一个解答的一个问题区，就是大概会问什么问题，那边会有个很好的解答。最重要的就是，我希望大家能跟我们功夫者团队呢近距离的接触，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随时来信，我们会很认真也会很仔细的给你做解答。这也是我们功夫者最初想传播武术和想为大家做解答的一个最初的一个使命。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微信号，然后邮箱，还有就是我们的网站，记住随时联系我们，我们会等你哦。